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大家平安。今日即家来坐谈，父母师，兄姊妹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就系做咩苦难会临到嘅？佢哋不平咧，啊，经济唔好咧，物价咁多嘅上升，啊，日报又日报嘅难处临到佢哋，佢哋会知道啊，危险。一扎行人啊，乃是遵守上帝命令的人，乃是相信上帝的人，乃是上帝的儿女，做咩上帝会让了苦难临到我？计到恶人啊，看起来好好诶，计到幽默笑到买幸福，做咩会咁样？即个样办来回答啦。师母，其实两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合情合理，但呢，如果自己翻开圣经，或者自己看事实上就唔咩样咧。圣经讲自己啲，其实敬畏上帝、爱上帝嘅人，则会受到苦难噶。自己看见好像约伯系一只人敬畏上帝嘅人，佢常常带领嘅个无卡嘅人。多个敬畏上帝，然后佢哋一检讨佢哋嘅身份，如果得罪上帝，佢哋就求上帝赦免佢。但系约伯佢在日日嘅时间失去了佢嘅产业，佢嘅事业，隆重都失去咗。唔系单单佢嘅心爱物得之外，连约伯佢一生都搏到闯啊，是佢受到安泰嘅痛苦。甚至佢嘅太太佢亦讲，你最后就忘记上帝而就死了吧。但系自己看见约伯佢系坚持到底，啊，约伯一直敬畏上帝，但系佢受到苦难。自己一可以看到很多嘅例子，好像太卑王一系，圣经讲太卑王系一直蒙上帝喜悦嘅人，嗬，上帝拣选佢嘅人。但系上太卑嘅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，噶啵，半夜梭罗来追杀，系，很忙要做梦之神，嗬，做梭诶那个梭罗王就热切的爱杀佢，消灭佢，所以佢就热切的遭难，热切的逃避波梭罗嘅追杀，受到很多的痛苦，甚至当佢已经做梦一起啵，佢曾经嗬嘅励志来起来反抗佢啊，去抢佢嘅王位。所以佢就受到很多的痛苦，然后你每自己就可以看见，其实你啊苦难唔系讲啊自己先要做，自己就唔会面对嘅问题哈。其实哈，这个爱问苦难系唔系从上帝来嘅？因为上帝系前帝嘅，佢买到地吓，系唔系上帝本质嘅苦难？系唔系咁样讲？咁样讲？第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当然自己的上帝是一个每生的上帝，他不可能是苦难临到人家，苦难不是从上帝来的，先给人清楚说自己的，就是因为人犯罪，所以人受苦，苦难是罪带来的结果，但是虽然那样，上帝也能够使苦难本来是不好的东西，来带本人家有好处，既能够接触人所经历的苦难，来帮助自己建立自己的生命。也就好像使徒保罗记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，他说啊，苦难是能够生忍耐，忍耐能够生磨练，磨练就带本自己有盼望。保罗很清楚讲自己的苦难唔好嘅东西，当自己能够面对，自己能够经过嘅时候，那就建立自己成为一只刚强嘅人，一只唔会容易放弃嘅人，唔会容易失望嘅人，因为自己成为一只有忍耐嘅心，自己成为一只磨练嘅人，只会讲磨练嘅意思，只会讲自己。经得起啊，很多嘅问题，很多嘅困难，自己都经得起考验，自己还能够站立得稳，还能够坚持到底，你就会磨练哈。当自己有咁样嘅态度，自己就系有盼望嘅人。就好像一条树一样，一条树佢如果
种在那个硬硬的奶啊，啊，那个树呢，佮就长起来的时候就成为一条硬刚强的树，就袂佮个奶硬硬，佮就只硬个树就只刚强。也就会一个看见新根本，一个看见个一个很重要的脱离。嗯，艾弟哈，就是当台风、台雨哈来的时节哈，个台树啊，虽然看起来佮摇通，但系佮摇通之时，个根呐就过浅。嗯，也是很好的比喻哈。啊，我一想到运通人一样种，啊，佮到锻炼身体啊。来避水，其实避水的时节真加十点钟，但是佮用加年的时间，啊，或者十个年的时间来锻炼，啊，来练习，佮到增效如何的表现，啊，你啊，我知道，你啊适合吼，讲就是用板来润奶，过后要罗炼，佮就要盼望，啊用。基督徒面对苦难之时啊，记得按苦哦，就像很多在无接受基督教国家的国家，很多在继续信耶稣人受到逼迫啊，记得面对安泰苦难啊，这个用办来鼓励或者用办来坚固基督呢？当自己面对苦难的时候，自己无失意。盼望也就会最重要。就会讲自己唔好单单看自己眼前嘅问题甲困难，自己就爱记得像保罗讲嘅，因为苦难能够产生忍耐，忍耐就能够使自己老练，老练就有盼望。就会讲自己爱记得啊，历一切嘅困难甲问题啊，日日要会过去嘅。一天会过去，签时的，既然会过去，自己就会忍耐的去面对的，自己忍耐去面对多一段的时间，当其过去的时候，自己就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了，自己得胜，自己就会带出有盼望的人，有力量的人，来继续的向前，成为一个刚强的人，自己看见，好像保罗一样，保罗其是一直忠心侍奉主的人，但是侍奉的过程也面对了很多很多的逼迫和苦难。他曾经本人用石鼓打，他就因为他已经本石鼓打死了，将他拖到山外去，然后他又放起来要离开的地方，他一架次在那个海洋上面潜水，差不多都要潜死了，还有他一架受到寒冷，佢只曾经妒忌磨蚀啊，本人不足啊，变白，你阿傻，本傻拗等等嗬。但系保罗佢都靠着主嗬，佢都能够经过呢一切嘅困难，一切嘅问题。所以啊，佢在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七节，佢人讲，叫我靠着噶，加本我力量嘅啊，凡事都能够做。当然保罗讲的计划不容易，在他已经经过了一切，他才讲出的计划来，就会讲他经过了一切背后，他就看见上帝的恩典，他就能够做一切，凡事都能够面对，凡事就能够做。所以如果你自己在苦难中面对问题的时候，自己不要放弃，自己要继续忍耐，等到一日一日切过去，自己就成为一只刚强的人，一只老练的人。就是讲我冲破了这种靠从上帝加本自己力量，所以自己就向面对。头先自己讲很多先见人物啊，求药要药伯要替背哈，善药要保罗啊，系唔系单枪先见人物？生后在苦难当中得胜，今日的世界下要怎样见证人们啊？当然要哈，这个的在历史中哈，有很多很多上帝的子民哈，爱主的人，敬畏主的人，佢哋要受到曾经不平啊，
佛家修到别别啊，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哈、啊。啊，哎，你不特别提到日扎人哈、啊，日扎人呢、啊，就会1982年在澳大利亚出生的，叫名叫做 Nick、嗯、啊 ，Nick 哈、啊，佮系日扎基督快家庭出生，佮佮阿爸系日扎牧师。牧师嚟。哎，所以佮系日扎牧师嚟、嗯。但系呢 ，Nick 出生的时候系冇笑，佮冇叫哎。哦，冇笑噶，冇叫，自己可以想象哦。因为人叫佛，如果佢冇笑噶，冇叫。嗯。你喺你可从细佢都笑到眼多嘅挣扎啊！佢在学校嗰辈班同学，笑着佢欺负佢冇痴心，因为佢因为佢买都做唔到，佢只常常精神上眼睇嘅压力。其常常问一个问题，都咪矮甲平人相同，人人都要笑要叫，但系矮冇笑冇叫。但系呢，因为你嘅喺一个基督化家庭成长，嘅佢喺一个牧师嘅例子，所以佢就一家人啊喺按相信上帝，按信靠上帝，靠着上帝嘅恩典，佢能够面对呢一切，度过呢一切。你而家得出嘅阿爸阿妈，还有嘅嘅亲戚啊朋友，很多嘅鼓励，使佢能够经过一切嘅困难嘅挣扎。你佢唔系单单要读书得知，甚至佢能够读到大学毕业。当佢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佢就开始出来去鼓励人，去帮助佢哋有困难有问题嘅人。去安慰佢哋，去坚固佢哋，你家多做去传讲主耶稣基督嘅爱。所以啊，当然看过你一只无笑无叫嘅人，能够在众人嘅面前鼓励佢哋，用上帝嘅话语去安慰佢哋嘅时候，佢哋就得着很多嘅帮助，甚至有唔少嘅人家接触你嘅见证，嗬，信了耶稣基督。嗯，所以自己看见你，嗬，虽然佢。一生当中经历到安排的困难，但是最后呢，这个生命却是能够祝福别人，能够本上帝来使用的。嗯，我一时看过你的这个见证，哈，啊，其真实是一个刚强的人，啊，其实这经过这过程啊，是很不简单的，错，啊，是很难的，但是其得心的，哈，啊，其是真实一个。经历苦难，但是得心苦难的人，哈，在教育啊，以色列人也面对很多苦难，啊，当然啦，因为一段时间佢都冇听上帝话，佢都面对安泰苦难，计生时上帝对佢都咁样讲，就系在以赛亚书30章，在18到21节，上帝咁样讲。爱爱等候施恩典伴你的，爱爱欣喜爱怜悯你的，因为爱是公平的上帝，所以你都爱等候爱，等候爱人是有福的人，你都不要叫了，因为上帝爱疼你的爱求的声音，爱施恩，你都也爱。看到上帝用笨答应你的会祷告，接下去有一句话，是这个恩叔诶，圣经样讲，上帝虽然用艰难伴你当饭食，用困苦伴你当睡眠，但是你的教士就是你的老师，佢唔会隐藏你的目睹，爱看到佢，你负责。去做小杀，真小杀，而会听到后门有声音咁样讲，俩系真路，而会行在其中。啊，呢段圣经系上帝应许，就系应许伴在苦难当中嘅人，当自己哀求上帝，上帝会指示自己行真路，结果自己就会得胜。Amen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兵，
他虽然已眷顾给你当岁，你的教室却不再隐藏，你的眼已看见你的主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，我向左我向右，你必听见，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真。